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两种好玩的卡包，一种是女生最喜欢的夜萝莉金钻包，美丽的冰公主；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我们男生最喜欢的奥特曼卡包。这两种卡包呢，都是5元一包的。今天我们就来一场大 PK， 看这两种卡包谁猜出稀有卡的概率更高呢？三包夜萝莉，三包传奇卡，先来一包夜萝莉。R 卡茉莉。SR 卡亮彩 ，R 卡，哎，又是一张亮彩，亮彩好多呀。R 卡 ，TR 卡萝莉，居然没有抽到 UR 卡，哇，这个金钻包拆的也太亏了。这个 TR 卡呢，每一包都会有。第二包 ，SR 卡苏妍 ，R 卡 ，R 卡 ，SR 卡王默 ，R 卡 ，TR 卡孔雀，第二包也不行啊。连张 SSR 卡都没有吗？金钻包的稀有卡很多的，怎么今天运气这么差呢 ？TR 卡王默，后面的哟，起码来了一张 SSR 卡 ，TR 卡 SSR 卡都是王默，只是衣服不同而已。哎，妆容还挺像的。后面 R 卡，哎 ，SR 卡白光银还挺漂亮的。R 卡，哎 ，SR 卡冰公主，比前两包真的是好太多了。哎，不过今天居然没有猜到 UR 卡。接下来我们就看奥特曼了，同样是5元一包 ，SR 卡梦比优斯奥特曼，后面都是 R 卡了。第二包又是张 SR 卡，怪兽阿里彭卡，今天运气不太好啊，没有什么稀有卡。SSR 卡罗索奥特曼，烈火形态，攻击96000，防御97000，必杀技烈火爆球击。身高52米，体重45000吨，后面全是 R 卡了，这就是三包传奇版拆出来的卡片，两张 SR 卡，一张 SSR 卡。相比之下，夜萝莉金钻包真的是好太多了，有三张 TR 卡，一张 SSR 卡，还有6张 SR 卡。从数量和质量上就碾压了奥特曼传奇版，是不是夜萝莉金钻包更好玩一点？这两种卡包，你更支持哪个呢？留言区告诉我吧。